刘诗诗近日以代言人身份出席活动，只见她穿着一身宝蓝色礼服，露出纤细锁骨和白皙肌肤，整体十分高贵美丽。之后也有网友分享在现场拍的照片，刘诗诗无修图照与精修照根本没有差别，让众多网友纷纷大赞留言，身图永远很顶的刘诗诗美得太不像话了。不过就有网友发现，刘诗诗的腰围简直比 A4 腰还要纤细，网友纷纷惊讶直呼，腰围和头围一样了吧，感觉随时都可以被捏断，真的有在吃饭吗？粉丝们都相当担心，并希望刘诗诗可以多吃一点啊。Bye.